两件瓷器都号称是古代精品，两块石头，一件号称难得的昌化鸡血石，一件号称精雕细致的寿山芙蓉石，两件书画作品均号称是名人的代表作。问题在于比例不够刚健，不应该叫差评，我感觉应该叫瓷砖。三组藏品都是一真一假，如何辨别真品又价值几何？谁是最有远见的艺术品投资人？一锤定音，期待您的关注。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光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一锤定音，我是朱毅。首先掌声欢迎今天的四位专家老师，欢迎杨敬荣先生、杨宝杰先生、金运昌先生、邓丁三先生，欢迎四位老师，欢迎欢迎，欢迎今天光临现场的17位清一色男性夺宝人，欢迎各位。我们的17位夺宝人来自各行各业，都爱好收藏啊，都各有造诣。各位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坐在前排正中间的钻石夺宝席上，成为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将会获得的奖品是由天赋好品质紫仙葡萄酒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业联合提供的大奖。同时，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现场的艺术家为我们制作大奖的特别奖品。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西泠印社的张学斌先生，欢迎。张先生呢是一位知名的篆刻家啊，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奖品呢，当然也是篆刻了。我们在这个了解奖品之前，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张先生。张学斌，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73年出生，1989年开始学习篆刻。他的作品曾两次入展全国篆刻展，先后入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展、西泠印社第二届国际篆刻书法展。2009年，在百年西泠金石园全国大型系列活动中，张学斌的作品在诗书画印大赛中获得多项兼能奖第一名。学然后知不足，多年的坚持让张学斌的篆刻技艺有了更大的提升。今天张学斌先生将为钻石夺宝人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请张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请。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方闲章，是用那个咱们的寿山石当中的芙蓉石，内容是仁者寿。我希望夺宝人呢能那个大仁大爱，增福增寿。啊，好，谢谢。人嘛就得瘦，是不是？瘦了才健康。今天呢，我们跟往常一样，六件宝物在后边排着队，六位宝主忐忑不安。很多宝物是宝主收藏多年，有的宝物呢，宝主花了不小的代价啊。不过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就是要探讨宝物真正的价值。各位要在三组中，通过自己的火眼金睛，挑出正确的描述、符合事实的那一件宝物。马上要上场的是头两件宝物，请看短片。本件藏品，宝主认为这是一幅民国9年景德镇青绿山水插屏，其胎釉纯正，绘画精细，属宫廷派文人画风。作品为人们呈现出一幅大自然天水合一、绚丽多彩的美好景象，可称民国时期陶瓷艺术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宝主报价35万元。本件藏品，宝主认为这件明代红绿纹大碗，胎体洁白坚质，釉面白净甜润，画工精美，色彩明艳，内外装饰的和联鸳鸯具有典型的明代瓷器特征，足底的至正年制款更证实了它不凡的身份，宝主报价60万元。两件瓷器都号称是精品之作，一真一假，究竟哪一件是真的呢？第一组的两件宝物是瓷器，请各位上前观看。来，
这个瓷器呢，大家都了解啊，只能看不能摸啊，可以闻啊，这闻不出什么来，关键是。好，时间到啊！这就别拍，不拍，不拍，不拍！你这不公平，你知道吗？你拍完上你细看了，你讨厌这。各位都看完了啊，认为这瓷版画是真的，亮红扇子；认为这碗是真的，亮蓝扇子。来，三二一，亮！别看旁边，别看旁边，别看旁边啊，亮扇子啊！八号别看别人，你看那七号一点都不靠谱，真的，他就没对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大家的选择，15-2，就是大家看到我们大明朝的东西的时候，往往都会质疑，说明朝这么大的碗怎么可能来呢？是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要问一下12号王军先生，你好，讲一讲您选他的理由。就感觉他是真的。舅舅感觉他是真的，姑姑不知道。看着他就舒服，对，看着舒服。你觉得他是明朝哪朝的？哪个皇上的？那个哪个皇上的？啊，说不清楚。性情中人，我就看着他好，我就选他，是吧？我选他，这装的多，这装的多，对吧？大家不要笑，君不见啊，真理经常在少数人手里，也经常在多数人手里。来问一下于彪的意见，为什么你不选他？这碗啊，我看上面那个花纹哈，上面有这个鸳鸯，哎呦，这个鸳鸯啊，说实话啊，我看比那个小鸡呀、啊、还难看。小鸡难看吗？那比小鸡还难看，鸳鸯应该很漂亮啊。所以这个首先从绘画的功力和纹络上来看很差，再还有这碗里边，我觉得很不平整。粗大明嘛。啊，这明朝东西哪有那么精致的？这边这戏呀、啊，我看这差评是老戏了。民国呀、啊，非常细，因为从远看这差评啊，这个景深也好，色彩也好，特别细。还有仔细看那个张秀清的落款，啊，包括这些诗词上面的落款，非常的工整。所以呢，我就选择那个红的。好，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杨敬荣先生把正确答案输入电脑。有请两位宝主，欢迎刁宪云、袁绍甫。主持人好，尊家好，两位好，两位好，啊，好来，这位是刁先生，这个这是您自己家的收藏，对，哪年收的呀？这是，哇，这是先把祖上传下来的啊，这可凿了哈，凿老了去了，这个老了去了，哎，这个祖上花多少钱？不是，嗨，祖上花多少钱？花多少钱？您了，小时候就看有您了。这个祖上传了，这也就哪代传下来的？这也就在，这不是民国？民国啊，嗯，民国，这民国。您的父亲那一代，哎，上对，爷爷那一代啊，那就这下来的啊，这是真的吗？这个应该是真的吗？您了。哎，又不是花钱买的，这个花钱买的，花钱买的有可能是假的，对吧？对，这个因为家里传的肯定是真的，是吧？啊，来，接下来是德育房30秒夸宝时间，请您夸宝。啊，这件产品，这件作品是张幼清先生这个所绘制的，题材是民国原是他属于是清末，张幼清清末的画家。所绘制这个东西啊，挺就是说胎釉啊，胎釉纯正，绘制比较的一个精确。嗯，其里头展示呢，就是有青山绿水，小桥收阳。哎妈，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今天报价多少钱？哎呀，35万。35万啊！您看他那大碗没有？看了，好吗？打完了，我看发腮，发腮光，发腮光，还好还生着，哦，还生着呢哈，报年代不是那年代，好，谢谢啊，您好啊，你好，好，这位是来自哈尔滨的袁绍甫先生啊，袁先生，这个这大碗祖上传的，祖上没传，自己买的，您买的是吧？对，您什么时候买的？10几年了，花了多少钱那会儿？2000。2000，
贵还是便宜啊？你觉得这是？那对我来讲不便宜。不便宜。那两千块钱。十几年前，两千，比您一月工资是高是？那高多了。高多了。是。好几个月。也是咬牙买的。咬牙买的。在哈尔滨买的。对。啊，好，接下来30秒的时间，说一说它好在哪儿。来，我这碗呢是，双圈质证年制款，叫红绿彩大碗。这个胎色洁白。釉色白润，色彩艳丽，应该说是一件非常难见的珍品。完了，好，那个现场支持你的人啊有点少，对，你能给他们增加点信心吗？那可以啊，这因为在90年代，吉林扶余出土了一个这个款的瓷器，但是小14.5公分。这你这跟那款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啊。但是这个谁这个那个 你打算卖多少钱吧？60万呢？60万。也是我们大明朝东西是60万，我觉得都少点。真的，你看他又乐了，你瞎乐，你真是，我们大明朝东西，别说这么大的碗了，这么小的上千万很正常，对吧？对。好，接下来我要代表杨敬荣先生宣布，第一轮2件宝物之中，经杨敬荣先生鉴定描述完全符合事实的是，民国9年张孝清会青绿山水纹瓷板，恭喜刁先生。我们来听一下杨敬荣先生的讲解，有请。如果单纯的要是看您这碗的造型，这个是典型的元末明初。如果看纹饰，这个是跟原来元青花那个鸳鸯纹是一样的，所以他把几个不同的东西给拼在一块儿了，然后又写了一个执政年款，所以我都不推荐您去做科技检测。那个做科技检测呢，钱白花，还挺贵的。然后如果您要信我的，今天咱们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您就从那个谁那个主持人那儿领一个纪念品，回去好好反思反思，好好认真学习，从方法上边要找对。对，我觉得这个的咱们还可以接着探讨，是吧？是。就算错了，也不要打击您收藏的热情。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好，雷诺表送给您。好，谢谢。谢谢袁先生，再见。好了，请12号和17号把扇子翻过来，暂时不能说话。其余15位夺宝人，接下来要探讨这幅瓷版画的价值。您刚才的报价是35万。35万，请抡锤砸价。13号，我觉得您这个不应该叫差评，我感觉应该叫瓷砖。因为我发现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细节，就是您的差评后面嘛有很多就是粘合剂啊，还是粘土。我想啊，当初应该是从某个墙上拆下来的，抠下来的。对，不是厨房就是卫生间，我觉着。所以我觉着吧，你这个差评如果按现在市面上最贵的瓷砖，大概6000多一平米吧，仿石材的，我就觉得也就值个3万块钱。您听这还说得出话来吗？这气的简直哈，这不说了，不跟你说话。讨厌你，他说的有道理吗，杨老师？他说是瓷砖，不，这不是瓷砖，这咱们那个瓷板呢、后边它有金，对，有金，因为这个呀、应当还是从乾隆以后啊，才能把这么大的瓷板烧平，很少有拿这个，说镶在墙上的，上不像现在的瓷砖啊，搁在那个灶台上面，这理由有点勉强。啊，好，谢谢。对，这么一说就知道了，以前工艺不发达，要做成这么大一片又平，很不容易。后来呢，发明了用擀面杖的方法，啊，给它擀平了，擀平了之后呢，这个搁在案板上，哎，就有这个棱了啊。下一锤。7号，宝主您好，我想先问您一下，您这差评的底座是原配吗？原配。一看这差评的底座呀、黑不溜秋的，颜色很差，一看这木质就很不好，影响了整个这个差评的气运。
所以呢，我给你的价格呢，更让您接受不了。8000，谢谢您。嗯，好。哎，你别说，人家还说，能聊吗？这个啊，比那个厕所那比那个枪响的准。哎，就是说，不是说你还多少价的问题，是吧？35万，这是接受不了的。是行家，装修行家。这都是装修。嗯，好，七号说这有道理吗，杨老师？吃饱人不是都说了，我说装修，装修行家。我但是那个谁，这个提出来的那几点理由倒是确实，应当认真考虑一下，因为这个，材质上来看啊，不是属于。特别大的那个高档人家，你说大的一般他用硬木的，这个是什么木？这不是这个啊，好像不是硬木，柴木，好像柴木，而且讲究一般镶一块儿，对，一红木块或者什么块给它插里头，讲究的，这不讲究。所以像他那个应当属于不是那种王爷或者是大资本家那一级的。杨老师，我反对您，哎，听完这个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啊，刚才啊，这个13号虽然它砸的锤有点歪，但是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后头有粘的痕迹，有粘的痕迹，对吧？有用胶粘的痕迹，有灰泥，对吧？那种感觉。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曾经粘接过的话，这个跟这个底座就不是原配，啊，应该是个拆改货。哎，对吧，杨老师？没错。好，几位老师意见不一样啊，意见不一样了，从不同。金老师从装修领域，对吧？这个杨老师呢，这个杨，您觉得金老师说的有道理吗？不，这类平插一般的插什么呀？齐阳石不是胶那个啊？不是胶，不是胶。如果那个谁啊，这个像这个一条的，嗯，什么？那个做成这个瓷板的时候，接的底下要电烧的。电看着像抹了胶啊，对对对，其实不是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在墙上镶嵌过啊，它就不是胶了，它是灰、灰。这个你那时候没有拿胶粘的，啊，后面那几道你说不是胶啊？那肯定不是胶。这回金老师打眼了啊！金老师打一回眼，鼓掌，逮着了啊！逮着了。这个您这件宝物一时激起千层了，看见没有？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景德镇的瓷板画始于明清两朝，最早的瓷板画也叫瓷板，是镶嵌在屏风或柜门上的装饰品。后经清朝人的发展，到清末民国时期，瓷板画已经相当成熟。当时的瓷器市场十分受到追捧，瓷板画也一样随行就市。瓷板画几乎成了达官贵人家中的必备之物，艺人们纷纷设立画室。除了运用浅绛彩的技艺之外，他们又把陶瓷技艺中的青花、五彩、釉里红等各种工艺都展现在了瓷板画上。其中珠山八友的作品成为其主要艺术典范。近年来，瓷板画在收藏市场上的价格也迅速上扬，珠山八友的瓷板画拍出百万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好，刁先生，刚才您的报价是35万，接下来秘密的输入最终报价。我不看。哎，好，各位请出价。出价结束，从现在开始不能回头了。在我们身后马上就要显示出最高的三个报价，您得猜谁出的价高，因为您有三次机会来问价。第一个问谁？我问8号。你第一个找老乡哈。8号，老乡你好。你好。出价多少？我呀，刚才那给你出价32000。32000，好，谢谢。32000元。第二个问谁？14号。14号，段先生出价多少？你好，包主，我给他16万。哟，这不错。16万了，啊，够一半了，差不多啊。他加他够一半，嗯。最后一个问谁？
十号。十号，金先生出价多少？保主您好，我给你出价是3万元。哎呦，好了，三个价格，我帮你看一眼啊。哎，不在后面，作何选择？请仔细考虑。赵先生一直在沉思，您想好了吗？三种不同的选择，最高价成交，10秒夺宝或者退出。最高，最高，最高吗？最高价，最高价，成交，对吗？您问着骂了，您就敢成交？16万，估计还有个高，没问对人。17、18万也行，是吧？看吧，看吧，啊，请回头。28万。还行啊，还凑合啊，凑合。哎，哥，啊，好，恭喜二号赵延斌先生和保主达成了交易意向，恭喜。在赵延斌先生坐上钻石夺宝席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本栏目合作的三家拍卖公司和宏玉博古玩城给出的市场估价是6万元，价格比是467%。有请二号坐上钻石夺宝席。谢谢刁先生带着，我估计您家里比这好的还多的是，欢迎您下次再来，祝您交易顺利啊，再见，再见。467%，快5倍的价格了。我们请教一下市场专家邓丁三先生，这个价格买合适吗？瓷版画真要是民国年间的，这几年行情一直在看涨，但是怎么涨也不可能涨过当时这个江浙一带二流画家的价格。现在你把它价钱捧得太高啊，我感觉这不太对。邓老师这么一说，应该保守一点。我觉得13号刚才那看法差不多哈，差的不多。就是装修材料，但是它是装饰材料。装饰，装饰。对，你不管是做一个插屏也好啊，还是做挂屏也好啊，它基本上是什么？餐馆啊，茶楼啊，这些地方用的，就跟餐饮有关系。对，不会是大户人家家里挂一瓷板，那招人笑话啊，那不可能的啊。好，谢谢，谢谢邓先生。所以至于后边的交易会怎么样，还得你们自己去探讨啊。本栏目是由金利福珠宝独家特约播出。接下来，本场的第二组两件宝物，请看短片。本件藏品，宝主认为这是一枚昌化鸡血石，牛角动笔，血色鲜艳浓极，血形呈条带状和片状，血流动感很强且血量大，具有昌化鸡血石的鲜明特点，是一枚上好的大红袍。虽然体积略小，但小中见大，宝主报价18万元。本件藏品，宝主认为这件晚清芙蓉冻石罗汉，石质凝结滋润，细腻纯净，雕刻罗汉面貌生动，栩栩如生。虽为佛教题材，但作品富有灵动之气，应该是出自名家之手，是晚清时期雕刻技艺的典型代表。宝主报价10万元，两件藏品均号称是难得之宝，一真一假，究竟哪一件是真的呢？只有一件说的是描述是真的啊，另一件呢说的不对，那不是那东西，请各位上前观看。我们的奖品依然是由天赋好品质紫萱葡萄酒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业提供赞助。好了，时间到了，谢谢各位。这罗汉是红扇子，这张料是蓝扇子啊，来，3、2、1，亮扇子。好，看一下这一轮大家怎么选的。这一轮依然只有两位选择其中一件，14比2。大部分人认为这块张料不对。他们都认为罗汉是对的。我们先来问一下8号孟先生，
您认为这个罗汉是对的，是因为您觉得他跟您很像吗？这个还真跟我有点像。我呀，刚才细致的看了一下这件工艺品，一个是呢，它的做工非常巧妙，再一个呢，它那个整个气色有一些老气，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神态啊特别生动，所以我感觉这件呢是真的。不找钱。问一下十五号江先生，江先生为什么认为这块张料是对的呢？这个鲁汉呢，你看这个造型各方面，我看着不舒服。从哪一个方面呢？你看傲慢的头是吧？傲慢的样子，这个看着不舒服。所以说呢，我用排除法，我来看那个这个印章。咱们呢是学习书法的，学习绘画的，书画家就喜欢那个印章。好，谢谢江先生。接下来我们有请杨宝杰先生把正确答案输入电脑。有请两位宝主，欢迎夏梦秋、彭丽娜两位女士。您好，你好，你好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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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你家里的收藏吗？这是我从我伯伯那儿，伯伯托我带过来的。伯伯，对，伯伯就是伯父，就是大爷，对吧？对对对、啊。这个他是搞收藏。他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的，一个福州的朋友送给他的。对，哦、说得很清楚啊，是从福州来的。对。啊，接下来德育房30秒夸宝时间开始夸宝。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物是晚清时期的一款芙蓉洞罗汉，它是手工雕刻的作品，然后。刀法圆润，然后你看它的布局非常的洒脱，然后生动传神，可以表达这个罗汉的独特性。然后这款宝物的材质是芙蓉石，然后它是比较上品的芙蓉石，然后比较珍贵，所以我觉得各位夺宝人值得拥有，谢谢。嗯，报价。我今天的报价是10万。10万，你看了它那个印章张料没有？鸡血石。看，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我的罗汉比较好。就觉得你这比他那好是吧？对。嗯，好，来自齐齐哈尔的夏梦秋小姐，你好。你好。你好，小姐，感觉表情比较严肃。是因为在后边听着大家感觉评价不太好吗？可能比较紧张。比较紧张啊。这是家里的东西吗？这是我姨父的。姨父的。嗯，今天都替长辈来的哈。他不太方便。好，现在轮到你来替他夸宝，来30秒开始。大家好，这是一枚昌化鸡血石，牛角洞底，血色鲜红浓郁，血条呈条带状或和长状，血色动感，具有。时间到。我有点紧张。不用客气啊，没事没事，说的基本上是对的，就再紧张说血流了一地，这麻烦了。啊，支持你的人不多。这个东西反正不管真假，我姨父喜欢这些东西吧，就支持他吧，替他完成一心愿。对，到我们现场来鉴定一下。对对对，你觉得他那个东西怎么样？我觉得他东西挺好。挺好，比你这个。我们俩东西都一样好。一样好。哎，我觉得这就对了。自己心爱之物就是好的，真的假的就无所谓了。当然了，接下来我要代表本栏目专家杨宝杰先生宣布，第二轮两件宝物之中，经杨先生鉴定描述符合事实的是，居然是晚清芙蓉洞罗汉，恭喜你啊！这枚鸡血石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们要请杨宝杰先生为我们讲解。就这个几年前造了一批这样的东西，确实鸡血石呢看着不错，包括血色发色，包括它的石质看的都是非常好。可是呢，真正的鸡血昌化鸡血呢，它应该就是说切割之后，一般在上面有氧化的东西，就那个鸡血和这个空气氧化，它上面有的黑钉子，有那种泛金属光泽，这个没有。要是说那个巴林鸡血呢，巴林鸡血这个血比较透，也不是。所以这个呢，就是现代的一种，就是一种仿制品，市场上量比较多，比较大。前几年确实是蒙了好些人。好的，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总是一件好事。
谢谢你带着这件鸡血石来到我们的现场啊，下次再来，送给你雷多表一块啊。好，谢谢，再见，再见啊。好了，接下来探讨你这件罗汉啊，你刚才报价多少钱？十万元啊。我们先请一号跟十五号把扇子翻过来，谢谢啊。哎，好，十万元，请抡锤打架。十四号，爆竹你好。你好。你这个雕件很不错的，质地也很好，但是美中不足啊，是已经缺失了，残了。哎，残缺了一点，所以我最高只能给你5万。主要年代比较久，所以流传的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历史磨损吧。保质期200年，今天正好是最后一天。通过科技手段还是可以修补，但是这个确实事实上已经这样了啊。那你愿意因为这个便宜点吗？可以考虑一下。可以考虑啊，请教一下。杨老师，这个会影响很大的价格。应该是吧。刚才说这是硬伤，那是肯定。这个没办法，肯定没办法啊。这太可惜了啊！我们平时在保管的时候，真的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好，下一锤，十号。堡主你好。你好。啊，刚才我整个看了一下这个芙蓉石，也确实反映出来的也很好，就是现在后边呢，就流也比较多。就是残的部分特别多，啊，但是从它整个这个石料就是相当好，啊，现在通过它呢，就是说，尺寸、比例、人物造型、雕刻，都比较满意。就是你说这个价格，就是离我现在这个心理价位，就是现在距离也比较大。我给你的价位呢是3万元。这个后边这事算很严重吗，杨老师？它这个石头是本身就是那么大块石头很难找，所以它有扭裂，有可能是就是正常现象。它能做成这样人物，它也就把那些去除了好些，可能有些实在去除不下去的留下了。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弱点，也是一个就是砍价的一个标准。不柳不雕，这很正常是吧，金先生？馒头越大气泡越多，是吧？所以说它这个柳裂呢，还属于算正常的，正常的是吧？好，维纳斯。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寿山芙蓉石是寿山石的一种，产于福建寿山。寿山芙蓉石主要用于雕琢印章、配饰以及小型摆件等，其中以摆件著称，又称白芙蓉、白寿山，因颜色质感颇似芙蓉花而得名。它的实体洁白，手感温润细腻，因为它似玉而非玉的特质，自明末清初起便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清朝初期的几位皇帝都十分钟爱寿山石，到了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喜爱寿山石之风更盛，石料也更加讲究。乾隆皇帝一生所用的寿山石印章竟多达100余枚，其中不少是芙蓉石章，而且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多方寿山芙蓉石的印章和摆件。刚才是报价10万，来输入最终的报价。请出价。好，出价结束。接下来，请你不要回头看，我们的身后即将出现的是刚才最高的三个出价。你有三个不同的选择：最高价成交、10秒多保或者退出。在做出决定之前，可以任选3位询问他们的出价。第一个问谁？我想问一下8号。8号。你好。哎，吃饱人你好。出价多少？谢谢。刚才呢，我给你出价在58000元。58000。好的，谢谢。58000元。第二个问谁？9号。9号，冯先生出价多少？
我出价是20万。谢谢，高兴啊，二十万，谢谢，二十万了。嗯，最后一个问谁？10号吧。顺着来哈、啊。对。金先生出价多少？啊，我出价还是刚才说的3万元。3万元，好，三个价格，你任选一个，让我帮你验证，在不在后边？9号吧。看20万是吧？对。够贪的，你这看20万，20万要不在后边，嚯，20万不在后边，那是不可能的，20万在后边，作何选择？请仔细考虑。请问你的选择是？最高价成交。最高价成交，好的，恭喜你。请回头。9号20万元。谢谢。9号是否能取代2号坐上钻石夺宝席呢？2号刚才是467%。嗯。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3家拍卖公司以及红玉博物馆完成给出的市场估价是15000元。价格比是133%。2号，你还坐那儿吧啊？你坐那儿吧，你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你坐那儿好坐稳了啊。感谢您带着宝物来到一锤定音，祝您交易顺利啊！再见，再见。嗯，好了，邓先生，这个价格估计是不能买吧？现在看来是不能买了。等到那个芙蓉石能涨到这么高价钱也难，这个。芙蓉石啊，它这个食品不是都一样，差距非常大，不是一听芙蓉它就应该很值钱，它真要是一个上好的芙蓉冻，不用这么大就得值这个钱。它问题是食品一般的一块芙蓉石，这个芙蓉啊一般也是上好的料，它一定是做张料，它不会雕这种东西。凡是你就看见拿寿山芙蓉雕这种小摆件的，你就不要对食品有过高要求了，因为它不是张料的首选，说明它的食材啊是比较一般的。这个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你要出20万买一个芙蓉冻上好的，那是不冤的啊，一定是物有所值。好，谢谢段先生。本栏目是由金利福珠宝独家特约播出，接下来最后两件宝物请看短片。本件藏品，宝主认为这是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董寿平的作品。整幅作品笔墨苍劲，繁简相宜，古朴潇洒，神形兼备，充分显示出了董寿平先生精湛的绘画技艺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无疑是董寿平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本件藏品保准报价40万元。本件藏品，宝主认为这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的作品。众所周知，于右任精于草书，但其楷书作品同样精彩。这幅对联结体精到，比例雄浑，沉稳而又富于变化，当为于右任先生中年时期所作。宝主为本件藏品报价40万元。两件书画作品均号称是名家力作，一真一假，究竟哪一件是真的呢？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锤定音。接下来最后两件宝物已经摆在那儿了，两件宝物号称，一件是董寿平设色山水轴，另一件呢号称是于右任楷书五言对联，请各位上前观看。好了，时间到，谢谢各位。认为董寿平队举红扇子，认为于右任队举蓝扇子，来，请选择。9号、14、17、18是蓝的，其余都是红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大家是怎么选的。12:4，哎，比例比刚才多点了。
我们请教一下十八号夺宝人，十八号夺宝人是孙汉臣。这幅画用墨用的不是很好，嗯，就是用的非常的随意，尤其是在这个画的这个左半边，这个画风我感觉显得比较业余。六号周先生，为什么要选董少平？因为董少平那个笔墨嘛，用的还是比较劲道的。然后那个余润的字嘛，从这幅作品上来看嘛，从字的结构和这个线条，基本上比较僵硬。好，谢谢啊。接下来，请金运昌先生把正确答案输入电脑。有请最后两位宝主，欢迎冯笑、王志新。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各位夺宝人好。好，咱们得弄清楚了啊，哪个是谁的啊？您是哪个的主人？这幅山水画的。画是您的是吧？对。这个字是您的是吧？那从您开始啊，说说你这幅画的来历吧。我这幅画是男朋友的家传。哟呵，真不错呢。这他家里他传的呀，还是自己收的呀？应该是他父亲自己收的吧。接下来三十秒的时间，请你夸宝。行，大家好，这幅画是董寿平先生的设色山水画。这幅画恰到好处地展示了黄山的风貌和轻松的一种姿态，特别灵动，然后非常符合董老先生的苍劲古朴、清新典雅的独特画风。我这幅画的报价是40万。你真的是打算把它卖了吗？我想试试。你还没结婚呢就把人家东西卖了？但是是他托我的。把他托你卖的哈。对。你好。你好，你这是真的吗？我认为是真的。好，三十秒的时间，请你夸宝。我今天带来的是余右任先生的一幅这个楷书对联。余右任先生呢，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这政治家、教育家，还有这个书法家。他的书法呢，以草书见长，有这个一代草圣的这个美誉。草圣啊，楷书并不多见，更彰显了他的这种稀有性。我自己认为这幅画是比较那个啊。时间到，报价40万。40万元啊。好，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金运昌先生宣布，最后一轮两件宝石中描述符合实际的是董少平设色山水图，恭喜你。请教金运昌先生，这幅对联呢，实际上从风格来说呢，很符合他二三十年代模仿魏碑的时期的作品。他这个时候写的大字啊，这个气势雄浑，笔力刚健。那么我们看这副对联呢，就剩下气势雄浑了。问题在于笔力不够刚健啊，这个功力还没有达到余老的程度，用笔有一点肉，所以呢它的主要问题在这儿。但是临者的功力还是值得称道的。哦，谢谢你，谢谢你，再见再见。嗯，再见。嗯，好，你刚才说多少钱？40万。40万。我们先请刚才所有亮蓝色扇子的四位把扇子翻过来。这四位朋友今天来这儿的使命结束了。40万元，请抡锤砸价。六号。他那个两座远近的山基本上造型都是一样，而且呢他那个雾马画的也是比较有点太草率了吧。我如果要买的话，我就出20万吧。挑了一些毛病，你同意他挑的这些毛病吗？我不同意，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董老先生他那种神似的那种画风。金老师，这一锤砸的有没有道理？董老啊，画画他是不拘细节的，至于他为什么画好几层，
六号先生，您不知去过没去过黄山？这叫去过玉屏峰啊。好，谢谢，谢谢金老师。下一位，包主你好。你好。啊，那个专家这么一点评，我刚才以为是雾霾呢。老师这么一说呢，我觉得雾化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装裱就是有点差了。这个装裱是装的这么简陋，然后呢保存的又不好，我觉得你这个肯定要减分啊。我出价的话也就15万吧。金老师，您觉得呢？要搁现在画廊装，肯定不这么装了，啊，肯定得大家装饰一番。但是呢，您要考虑他的创作年代，1977年寿平写，而且呢，从他这个裱工的形式与质料来看，就是当时的原装老裱，很简陋的装裱，时代所限。好，原装老裱更加说明了他啊。来，下一锤。七号，我愿意出40万。啊，对，你不砸呀？我不砸，愿意出40万，我力挺，谢谢。好啊，你犯犯规啊，你犯犯规，我们这是砸锤，你这是跟这报价来了，是不是？姑娘，你听出来了吗？你要低了。啊，对啊，金老师说对。哈哈，他这样的这样这个精明的商人。掉低了，不还价，不止这钱，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问题，竹子都不止这钱，说明你报低了。我会再考虑一下价钱。这个于先生是个什么人呢？金生，他一般。啊，不能这样表扬人啊！杨老师被他骗过这。这个于先生一般是这东西啊，保主报5万，他说400，一般是这样的，所以你这要40万20万啊。很说明问题，出事了这。我告诉你，姑娘，我教你一个老北京拉抽屉的办法。拉抽屉，哎，就是买这个出价以后反悔，啊，说我刚才说的是40万美金。哎，好主意啊，好主意。那他们刚才这都还价是吧？好的，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哄抬物价了，我们就不接着砸了，砸不下去了。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董寿平作品。董寿平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他出身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对书画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无师自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7年，23岁的董寿平开始专心自学书画，他天资聪慧，在没有老师指点的情况下自学创作，一生以画松竹梅兰而著称，其晚年则以黄山题材的山水画为主。他的作品在画界享有董梅、寿平竹、黄山巨擘的雅誉，是文人画与天然意境的完美结合。董寿平的黄山画艺术在中国现代画坛独树一帜，他的黄山作品多以奇峰老松为题材，画卷不拘泥于风蚀的形似，而是追求整体画风气韵的统一，所画的墨松更富有生活气息，笔墨苍劲，繁简结合。董寿平一生绘画成果颇丰，1991年，88岁的董寿平被国家文化部定为中国书画之国宝人物。刚才的报价是40万，经过大家哄抬物价呢，现在已经有人要喊60万了。输入你最终的报价。请出价。出价结束。接下来你面临三个不同的选择，最高价成交、10秒夺宝或者退出。我们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打在我们身后，宝主请不要回头。你有3次机会来问价，第一个问谁？8号。8号，孟先生出价是多少？我出价48万。48万，谢谢。15号。15号，
江先生出价多少？我出98万。98万，谢谢。最后一个问谁？10号。10号，金先生出价多少？啊，保主您好，我出价80万。80万，跟你出的报的价还真巧合。哎，就是80万。谢谢。啊，可以帮你验证一个，验证谁？好，要你要看看80万是吧？80万，勉强在后边。作何选择？请仔细考虑。想好了吧？想好了。这是你第一次做你男朋友家的主吗？平常就我做主啊。早就攻陷了是吧？来，你的选择是最高价，最高价成交。最高价成交，哎，我得说清楚了啊。你跟他说的这个出来最低要卖多少钱？是说的40万对吧？太高了。其实之前商量的就是80万。对。那么超过80万的部分怎么处理呢？这个私底下再说吧。你私底下会跟我说？不会，我跟他再商量。啊，真是，好了，最高价是吧？确定哈，81万可以卖是吧？啊，可以。好，来，请回头，最高价5号，出价177万7777。恭喜5号王军先生和最后一位保主达成意向。谢谢。刚才2号的价格比是467%，467%，各位啊，拭目以待啊。本栏目合作的3家拍卖公司以及宏玉博古玩城给出的估价是多少？60万，价格比是296%。有请2号回到座位，有请5号坐上钻石斗霸席。感谢你带着家里的藏品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祝你交易顺利，再见。从台面上来看，好像买的还是挺值的，不知道市场专家邓丁三先生怎么看？这个价格可以买吗？177万，稍高点啊！现在没这个行情，现在大概在80万上下是对的，啊，再高的话，现在暂时没有这个行情，1-2年以后是不敢说，反正现在没有这个价钱。啊，好的，这个董先生这幅画真的好，东西确实好，对，这暂时没有这个价钱。到底有几位朋友今天猜对了所有的3件正确的宝物呢？我们来看一看。哇哦，一共有9位，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双色球开奖。9位朋友，你们获得的是由天赋好品质紫萱葡萄酒提供的顶级红酒一瓶，恭喜你们。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是谁呢？是今天的5号夺宝人王军先生，恭喜你，你获得了由张先生亲手制作的闲章一枚，请上台领奖。我们的奖品依然是由天赋好品质紫萱葡萄酒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业提供赞助。好，恭喜恭喜恭喜，谢谢张先生，在这里再次感谢今天所有17位夺宝人的光临，谢谢各位，谢谢张老师，我们提供奖品，谢谢。我们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宝主，6位宝主拿着自己家里的藏品，啊，惴惴不安地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大家的检阅。我们为各位宝主的奉献精神表示感动，掌声送给他们啊，谢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加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没有任何门槛，只要您对自己的收藏有足够自信，欢迎您来。最后的掌声送给坐镇现场的4位专家老师，辛苦了，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您的收看，这里是一锤定音，我是朱毅，下周见。那边那个是什么样的宝物让夺宝人如此评价？这和尚那脑袋画的哈，就是他真不如我前面做的那个流畅，你知道吗？
影响玉雕作品价值的因素究竟是玉质还是雕工？您是玉器雕刻大师吗？您只有做过了才知道，想象一切都不存在。宝物真假对决，观点针锋相对，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敬请关注。